两位中间两位，我俾一张右手边啊。你有个感觉？系我自己觉得慢慢惯啲嘅，即系讲嘢，我自己觉得系多咗嘅，比以前。佢哋话听日开始包人咯。系。点啊？发得？我系紧张嘅，即系。我第一次參加即係咁大嘅比賽，跟住即係同佢哋相處咗都好耐，同學員，跟住其實未係好接受到聽日就要摟人。你自己即係喺呢個舞台一段時間啦，有冇啲印象係你覺得同初認識星夢嘅有啲印象有啲分別啊？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比賽會。即係我好驚同人相處，因為我驚啲好會好惡啊工作人員咁樣。但係而家反而佢個個都超好人，我好多謝佢哋。